TinkerCAD 呢，我们玩过 3D-CAD 之后，再来看一下 TinkerCAD，因为你用 3D-CAD 虽然好玩，但是它要做比较精准的，有时候有点困难，尤其是多个模型在做组合的时候，就不大容易。好，刚刚同学就有发现，它要多个东西组合起来不容易。那我这边有做一个，这个是挖矿吗？看哪个？哦，在这里，底下。有耳朵的，这个是有这样子的，这个是什么？LED 点矩阵，这个我就用三那个 TinkerCAD 做，我就是做一个这个，然后因为我需要用到它，所以我这个要比较精准一点。那我这样套进去，为了防止它退出来，所以我这边还做一个。可以插冰棒棍的，好，就反正就可以撑住的，好，可以撑住，所以我就可以像这样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呢再往前推，好嘞。那下面我就留，因为这边我不能做太多，因为它要接那个镀钢线嘛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独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你可以看到在这里，我这里有放，今天第二个。第二个点进去，啊，往下往下，因为这个我需要比较精准，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像这样子，有没有实际组合起来？我就在跟冰棒棍，我有分大耳朵、中耳朵、小耳朵，我就把它做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想说这就是一个荧幕嘛，啊，这样就可以长出来，好，就可以长出来，所以像这样子，那这里面。就看你怎么玩而已，因为这个是跟 WebDuino 结合在一起，我就可以跟这个所谓的智慧家电一起玩，好，像这样，老师那个他们就有玩到，那下面这里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为了配合这两个东西。因为它这有开发板，有这个板子，啊呢，有这个板子，我就把它套进去，套进去，这样子，再加上这个面包板，我拿到这个是，这个是失败品，因为少一个，少一个孔，就是我把它挤到这里面来了，就是这边少一个孔。这边又少一个孔，我还有好几个哈，就像这样，我就可以夹在一起。像这个，的话呢，你看，像这里我就是，因为这是失败品了哈，因为我在这边还有再增加一个卡榫，我就可以把它挡住。像刚刚这种情形，这样是不是掉下来？所以我放进去的时候，我这边还增加一个卡榫。那这个呢，这样握起来，我有做倒角，这样我就可以实际上来用，实际上来用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你用 TinkerCAD 我们或 3D-CAD，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真正拿来用啊。现在大部分大家的情景都是印这种，这样不知道会不会被营生骂哦？他都送这个，你以为钥匙圈不是这款的，这样印出来就会这个啊。但是，其实这个不是说不好，而是说大家现在 3D 电影最大问题就是，你只是下载别人的模型，印出来，耶，3D 电影。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，3D 电影最大的不同在是你可以自己做造型、做设计，它只是一台印表机，对不对？比较贵的印表机，你如果不会自己做 3D，那是不是就你只会下载别人模型？虽然别人模型也做得很好。但是你的成就感不一样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只是下载之后列印出来，不然你下载印了很多，没有一件是自己的作品，对吧？你就是要去玩玩看，好玩玩看。那像我刚刚讲的，你要做比较精准的，你用 TinkerCAD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所以因为像我这个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。我有好几个版本，就是说，我都觉得，那个乒乓棍差一点点，或这个孔隙差一点点，
好，我又不能做得太松，但是也不能太紧，那你就是要去观察一下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我先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些，那这些呢我都有把它分享在上面，有没有？我有告诉你我怎么做的，在这边，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转转转夹住，有小耳朵版的，有大耳朵版的，哎，我就用不同的模型，还有这个，那这个熊熊不是我自己画的，我是网络上找的平面图，好吗？平面图再整合到我里面来，所以这是不是有两个模型？老实讲，我原本是想用 3D Sketch 去把它做了，可是我发现用 3D Sketch 有点困难，因为不同的模型哦，你要这样整合起来，在它里面就不是那么方便，哦，就不是那么方便，所以我就像这样子去做，所以我有提供这个版本哦，所以你知道我这个怎么抓的吧？刚刚我们有示范过了哈，Win 十的那个啊 ，3D 检视器啊，本来我是想说自己拖曳一下去录，后来发现安尼太麻烦，叫他自己转，有没有都自己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有提供模型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其实是可以下载下来的。哎，只是我都有跟你讲练音时间哦，不多啦，好，但是呢那一张有没有我的图档是来自这里的？各位还是要留意一下，因为我选的这张图档，他有说要注明出处，所以我有注明出处。哎，你一定要授权的哈，我们就是取得正常的授权嘛。我不是要贩卖，可是至少我要交代一下，我这个图是来自哪里。安尼 OK，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听歌 Kate 喽。好。